说好一起减肥，然后惊艳所有人，你却背着我大吃大喝。有些食物看起来热量高，实际很低。肉热量低，打死我也不信。好的呀，肉是这里热量较低的食物，都在150大卡以下。少油无皮的鸡胸肉更是减肥健身达人的最爱。没有，张口就来，我不吃。水产品热量更低，一般在100大卡以下，蛋白质、维生素、豆宝和脂肪酸，营养一次给你补齐了。我要吃素。红薯、玉米、土豆，健康碳水来一趟。土豆全是淀粉，吃它跟磕糖没两样。我不吃。不信谣不传谣，我热量才80大卡，只要不油炸，热量并不高。那西瓜这么甜，铁定热量炸弹。放屁，我热量也就30大卡，你别捧着半个西瓜啃就行。这么低，那我勉强吃一勺吧。我是好食仔，美食界最靓的仔。